我也是扁超大的，超瘦的，我的妈呀，我超瘦！你哪玩？哦，这个厉害！你看我的脸，左脸大眼睛的李小然后我先说一下啊，因为我看到弹幕就是不停的一直说叫我把瘦脸关了。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，根本就没有开瘦脸啊，我根本就没有开瘦脸，我什么都没开。哎，那个怎么开啊？教我一下怎么开，我想开。你按右下角那个三个点针。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叫我超需要这个瘦脸，你试一下，我看。那我超需要这个。他要自己想让我们变大了。我眼睛变超大的。哎，这个好用哎！哇塞！哇！哎，我的眼睛变超大，大家看一下，从来没有那么大过。哦。这个厉害！我现在开给大家看瘦脸是什么？这个才是开的瘦脸好吗？你们要看瘦脸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也想看瘦脸是怎么样。你用一下，你把你……哦，我超瘦的，我的妈呀，我超瘦！你哪玩？这个厉害！你看我的脸，我的眼睛变瘦了，我需要挑我的眼睛，跟我一下，我挑我的眼睛。居然你说我开瘦脸？我是裸脸大眼的李小哥。没有开瘦脸，也没有开大眼，好吗？我们都是真实的在直播的，不要说我开瘦脸了，我就是可能最近瘦了，因为我最近真的累。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。